僵尸雕像，相信大家伙儿不陌生。无敌大嘴花的做法就能制作出僵尸雕像了。装扮蔡文大招无法吸走，不过僵尸不是无敌的。大嘴花再开大也不行。飓风甘蓝不能吹退，但是超龙花菜可以踢走。弹簧豆放过去直接瘪了，寒冰菇吸不进去。而国际版因为没装扮大招吸附的缘故，一直以来都无法实现僵尸雕像。没错，还是一束光同学的主意，一只龙化大姐无法干掉正在释放大招的植物。如果给植物套上南瓜头，就能在释放大招的时候让大姐直接干掉了。这时候的大嘴花又隐藏了，但是被吸附的僵尸定在原地了。虽然也是不能击退，但僵尸并不是无敌的，我们可以一一测试下位移。大家可以看见，即使被魅惑了也是静止不动的，基本上和中文版没什么差别。但是这种僵尸也能诞生无头雕像，用闪耀藤蔓放上去会抑制攻击产生阳光，真阳光永动机。大家会觉得这种僵尸雕像还有哪些好玩的特性呢？欢迎来投稿提问哦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